下面我们讲第三个大问题，修炼幽默风趣的技巧。幽默风趣有没有遗传基因，有没有遗传因素？我们虽然说幽默不是天生的，赵本山生下来会说的第一句话并不是一个幽默的小品，侯宝林的第一句话并不是一个逗笑的相声。幽默风趣我们认为它主要还是后天努力在实践中培养训练得到的，随着人们的阅历啊、资历啊、知识的不断丰富，对实践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形成，人们不断地用智慧去发明去创造形成的。所以我们讲幽默不是那些笑星啦、那些喜剧演员的专利，它完全可以走进寻常百姓家，完全可以在我们职场中进行运用。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幽默大师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幽默风趣的人。幽默风趣应该是有技巧的，只要我们坚持不懈，对自己的天赋进行训练、进行教化、进行再造，并通过知识面的开拓、爱心的增强、才智的训练，幽默风趣就降到我们身上来了，我们就拥抱幽默风趣了。第一，走出幽默风趣的误区，享受幽默。幽默风趣它是一种美，是一种享受，但是不恰当的幽默、过度的幽默、不分场合的幽默，进入了误区的幽默风趣，它就不美了，它就不是享受了，而是难受，而是难受极了。哪些属于幽默风趣的误区呢？第一，故作幽默状，不会幽默就学习幽默，不能幽默就不要幽默，为了幽默而幽默，故作幽默状，故作幽默状，强求幽默，实际上达不到幽默风趣效果，反而弄巧成拙。所以我们要用幽默来看幽默。第二，幽默风趣这个误区是低级庸俗，包括粗俗的、低级趣味的、黄段子的，所谓荤段子的幽默，低级庸俗，如果追求它，进入了误区。第三，不合时宜，不分时间、不分场合、不看对象。今天上午有的朋友提到，什么场合、有什么情况下，幽默要看的。一个人古板固然可怕，但不合时宜的幽默可能比古板更可怕。所以幽默风趣要用，但要会用，要懂得如何用，利用则用，注意分寸，否则滥用幽默就进入了误区，就会产生负面效果。所以有人讲，无所不用幽默，用无所不包的幽默，这种幽默要变形，进入了误区。比如你到法国去，你见到一个60多岁的老人，你称他为年轻人，年轻人到哪儿去？他60多岁，你称他年轻人，没事儿，你这是一种幽默。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，另外一场合，他60多岁了、70多岁了，你称他年轻人，很可能要出事儿。一个不适合的玩笑会惹来很多无谓的麻烦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，吃不了。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尼尔教授他说啊，在办公室里，如果你想开玩笑的话，你别忘了先估计一下幽默的冒险的活力率，感到犹豫不决的话，最好闭上你的嘴巴。我上面讲到，在党代会上，党委书记要做报告，党的工作报告应该是比较严肃的，所以上级党委就告诉这位党委书记，你做党的工作报告的时候，你党的工作报告期间不能幽默吧。还有你作为老板，你在开除员工的时候，
你在部署非常紧张紧急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摆出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，这是不合时宜的。有一项针对人事主管的调查，有88%的受调查者认为，幽默风趣感是极有利的录用条件，帮助你受到录用。第四个误区是讽刺弱者，对智障的人、对贫穷的人、对身体残疾的人，你竭尽讽刺、挖苦、嘲笑之能事，这种幽默是不可取的，是误区。比如有人用人家的身体残疾作为笑料，这是不可取的。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卖汽水的服务员拿着一瓶汽水，拿着个开刀，问一个过路的男士喝汽水吗？那个男士说喝喝，半打开了，喝不起喝不起，他是口吃的，口吃。这种幽默可不可以用？可以用，但是这种幽默就有一点讽刺人家口吃的，这种幽默我们一般说来最好不用。这个笑话我是在20多年前就听了这个笑话了，虽然好笑，但运用这种幽默不可取，它实际上是对残疾、对口吃的人一种讽刺。第五，一味讥讽。幽默往往与风趣联系在一起，也和讽刺联系在一起。幽默风趣，幽默讽刺，与讥讽往往也联系在一起。朋友们，在职场中，在生活中，不是不能够讽刺讥讽，而是要看对象。对敌人的讽刺，对敌人讥讽，对大家都认为可恶的事儿人，对应讥讽讽刺，那是可以的。比如毛泽东，他有很多对敌人的讽刺幽默，包括他有一本书，写了一篇文章《别了司徒雷登》，你去看，里面他就对司徒雷登幽默讽刺，他主要是讽刺他、讥讽他。我们看到阿凡提的故事，大多数都是对财主啊、地主老财呀、做国王的讽刺、讥讽。说到阿凡提，有很多这种故事。一个大热天，一个老爷经过阿凡提这儿，问阿凡提要水，老爷热了一身大汗，有水吗？阿凡提说没有，我渴死了，我要喝水呀。没有，老爷走了，走了一段路，一段路过后，阿凡提站在房子上去端了个大盆儿，向老爷说：“老爷，敲敲盆儿。”老爷一看，哇，敲盆儿，跑回来。阿凡提说：“确实没有水，确实没有水。”这种讥讽很多。大家听说过萧伯纳的很多讥讽。萧伯纳有一次与一个很可恶的肥胖的资本家有一番对话，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。资本家说：“萧伯纳，我一看见你，我就知道那个地方在闹饥荒了。”萧伯纳又瘦又黑，很瘦的。萧伯纳回应说：“我一看到你，我就知道那个地方闹饥荒的原因是什么了。”啊，像这种是一种讥讽，一种嘲弄。生活中有很多讥讽的反唇相讥的，它虽然好笑，但是不值得提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在职场中对同事、对上级、对下级。我们对同事、对上级、对下级一般可以用幽默风趣，但是讥讽性的、太讽刺性强的幽默，它往往造成不和谐，往往会把问题搞得很糟糕，往往把人引入极端。特别是讲的夫妻双方过度的讥讽会伤害感情，很伤感情的。可以有一定的讽刺，但是更多的应该是善意的，一味的恶意的讥讽，记住误区。
最前沿的研究成果，最系统的理论指导，一流大学著名教授，前沿理论经典课程，聆听名师经典课程，实现企业快速成长。时代光华知名教授课堂。比如一对夫妇在家里吵得不可开交，吵啊，争吵啊，妻子对丈夫大声怒喝，早知道今天这样，早知道是今天这样，当初我真不该嫁给你这样一个魔鬼。丈夫说，很抱歉，你应该知道近亲是不能结婚的。像这种幽默，他也幽默，但是他是一种讥讽，双方讥讽，如果双方的很到位，关系夫妻很到位，稍微的讥讽没问题，这个问题不太大。但是很可能由于双方有些摩擦，有些矛盾，这个就产生一种分开的状况了。当然有的讥讽，夫妻双方讥讽，我刚才讲了，就看双方的关系情况。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萧伯纳，他对他妻子有番讥讽。萧伯纳的妻子非常漂亮，是个演员。有一天他回到家里，就问他的妻子，你这么漂亮，怎么会嫁给我这样一个又瘦又丑的老头呢？萧伯纳说，希望我们两个结合啊。萧伯纳的妻子说啊，希望我们两个结合，把优点都集中在我们的孩子身上。孩子生下来像你萧伯纳，像你这么聪明，像我这么漂亮。妻子回答萧伯纳。萧伯纳说，不一定哦，可能我们两个的结合把我们两个缺点都集中到我们的孩子身上了。生下一个孩子来像我这么丑，像你那么愚蠢，这个也是有可能的。夫妻双方如果用这种幽默，这种讽刺，你看夫妻双方是不是平时都是经常这种玩笑？如果经常玩笑可以，但是如果搞得不好，夫妻双方的关系就很僵。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，但是不能够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，不要把自己的幽默建筑在别人的伤口上。所以幽默的精神不在于报复无理的人，而在于化解纷争，是让自己多一些朋友，而不是多一些敌人。对，幽默的精神是让自己多一些朋友，而不是多一些敌人。人与人还是多一些宽容式的幽默为好，少一些讥讽式的幽默。不要以讥讽式的幽默为乐事，我们要说的是，你这个是不是讥讽幽默的判断，关键是看什么，看什么场合，对什么人，该不该用讥讽，用什么样讥讽，讥讽到什么程度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个案例。有一位作家发表了一篇小说，获得了赞誉之声，发表小说赞誉啊。另一位作家对他说，你这本书写的不错，是谁替你写的？讥讽啊。写书的作家说，哦，谢谢你的称赞，请问是谁替你把它读的？这个双方都在讥讽啊，是谁替你把它写的，是谁替你读这本书的。如果是一种攻击性的这种讥讽就不好，有坏人名誉之嫌。如果双方都是很好的朋友，很知己，双方说了这样的话，付之一笑，一笑了之也就罢了。我们看一下以下这一则幽默，它的讽刺的嘲笑。丹麦的作家安徒生很简朴，他戴着破旧的帽子在街上行走，有个路人就嘲笑他，讥讽他呀，你脑袋上那个玩意儿是什么？那是帽子吗？安徒生怎么回敬他？你帽子下边那个玩意儿是什么？
能算脑袋吗？显然，那个路人和安徒生都有一种讽刺性的嘲笑。对他们这种讽刺性的嘲笑的使用，我们怎么评价？还是我刚才讲的，对什么人，你关系到什么位？什么人关系到什么位置？第六个误区，一味搞笑。幽默总是与笑联系在一起的，幽默可以使人笑得那么开心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笑得流泪不止，但是幽默不等于笑，幽默又不等于一味搞笑。美国的心理学家罗伯特·斯坦因指出了二者区别，幽默和笑一味搞笑区别在哪里？幽默不仅仅是讲笑话，它比讲笑话更有深度，产生的效果比讲笑话更强，比哈哈大笑和咧嘴一笑更容易得到回报。幽默也不一定是要都引人发笑，它通常用笑来帮助我们把幽默传播出去。笑并不是幽默的目的，而是在人们笑过后得到深刻的哲理启迪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幽默是在笑的背后。幽默与一般的笑话不同，主要体现在它给人一种美感，一种美的享受，它是一种意境美、含蓄美、喜剧之美。幽默的第七个误区是错误导向。幽默应该导向一种美，一种向上，一种娱乐，一种健康的娱乐。但是进入误区是什么呢？与生态环境、政治性的、生理性的相悖的一些幽默，那要避免，要避免。比如2002年小品春节晚会上，我们刚才说的李咏、王小丫的小品中，小孩就问李萍啊，问李咏，小孩就问李咏，问王小丫，树上有五只鸟，打下了一只鸟，树上还有几只鸟？那是个小品演的嘛。李咏就说没有了，都飞掉了。五只鸟打下了一只鸟，应该还有四只鸟嘛，它都飞掉了。这个啊案例是我小孩的时候就听说的。我们一般不假思索，树上五只鸟打下了一只鸟，还有四只鸟，你用说都飞掉了。在我们今天把它当作一个脑筋急转弯，当作一种幽默，也博得一笑。但是它的误区是什么呢？误区是导向人们去打鸟，违背了保护鸟类的要求，这样的幽默就是一个误区。所以后来小品说的是什么呢？小孩们说，李咏叔叔，五只鸟打下一只鸟，你说一只都没有了，你打错了。李咏说怎么打错了，都飞了，你引导我们去打鸟，要保护鸟类。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一种啊，我们导向朝什么导向。另外还有过分的、过度的揭露社会的阴暗面。有的幽默你说他幽默，但是过度的、过分的把社会的阴暗面揭露出来，导向人们去对抗社会、对抗领导、对抗团队，对社会失去信心的幽默，这种幽默也是一种错误的导向，是一种错误，是一种误区，这种幽默也是不可取的。第八个误区，贬低丑化。我们有些所谓的红段子，所谓的政治性的段子，不是不可以说，但是你看说什么样的红段子，它起什么样的作用。国际上有的不同，国外有的发达国家对在任的领导人政治笑话连篇。如果说有些政治笑话红段子，如果说有丑化领导的，我们认为不可取；再有丑化劳动人民的，我们不可取。
丑化领导和人民，它不仅不是幽默，它不仅不美，这是要丑的展览。真正的幽默应该是真善美的东西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，谢谢大家。以推动